提供这个流动这个核酸采样点，也方便多了。因为我们是作为保供单位保供人员呢，我们是24小时做一次核酸，是也保证我们的安全，也保证那广大客户的安全嘛。我这边酒店就每天几乎都要做的，就之前排队几百号人就挺浪费时间，相对今天来讲的话这样就比较快，就1分钟左右吧，从排队到现在的话很快的。